都懒，晒一天下几天都懒了。哇，妈妈，你都拔掉，我们不会吃完。今天来他也不会吃太多。这个菜能吃吗？不能吃都懒了，下一天下几天都懒，你看。哇塞，鸭子都好吃。他喂鸭子吃，煮个鸭子吃。笑死我！我想你爸来，因为你要我上次不是。那今天来你要给他做什么好吃的？地瓜肉。什么地瓜粥啊？你跟妈妈说一下，婷婷也要吃好吃的，她没有想吃地瓜粥啊。爸爸回来第一天也是地瓜粥。啊？嗯。我不就我带他回来吃地瓜粥。啊？啊，你怎么打算打怎么打？我想，好，明白。谁回来要第一天吃地瓜粥？昨天故意的，你问你吃的呢？不是不是，这个你看。嗯，婷婷回来妈妈做地瓜粥，爸爸回来他们做地瓜粥，但是我们回来妈妈做那么多好吃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还是妈妈爱我们多。新鲜的，昨天都没吃，我们都给鸭子吃。妈，爸爸，哈哈哈哈哈，回来先看我们的鹅。有听声音吗？没有啊。你大一点，咱们，咱们可以分享一下。没有人啊。哦。不要踩了大便带进去。他家进去都没换鞋，我进去我就是换鞋。啊！你们在那干嘛？你什么时候来了？你在那里啊？啊！他什么时候进去？那咱们在前面干吗？我早一天楼上看没有你们。哦，那是在那边哦，来，去。你在那里干嘛？我先穿那个追鞋的。啊！我要说你，我穿这个鞋子，我的脚比你干净。你怎么懂的？对呀、啊，刚刚在那，我看没人。那我们怎么没看到你？我也没看到你们，反正你在。啊，想那么大，我们不会看你，你不会看我们，笑死我呀！你看，我们像一样的。还要卖妈妈一套。你现在我们也这样。妈妈，我们开始了。那这边我带你去看我们的鹅，因为你有监视器，你有看，但是你没有看这样子。还没有人来找啊？没有，他们是那么多，你知道？你看，你知道咱们现在特别开心，因为我们种菜，我们要吃，但是夏天都烂了。现在给他们吃，妈妈看鸡都是回家了，买了15个啊，都是回家了，马上他们也养。我买了，没有那个老鼠，它还是都在，你知道，还是卖了我的鸡。现在你看都不行。哇，你的头发越来越长。看人家先什么时候呢？写作业完了，然后老婆的，现在都是在那边。对，在那边吃饭，在那边写作业，省得回来鸡飞狗跳。这样的话，大人都省心很多。对，但是你知道，我早上送他们，晚上接，一天没有看他们，心里很不舒服。但是周末在家的话又很忙。嗯，对。大妈妈的都这样。对，哎，你看，开始了，地瓜粥哈，您那边。
要亲戚的面前吃地瓜的去买，在家里不要买。我们自己种的。对，我买几次里面空心。啊，不一样，嗯、不是因为地瓜有很多，嗯、这个都不一样，对，味道都不一样，嗯、但是比不甜的要好吃。鸡蛋，再做这个。这个你做的？对呀、啊，我看起来不敢吃，我以为是外面买的月饼，我就不敢吃。超好吃！这个是香蕉的面包还是怎么说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有一点不对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一点月饼，我做的呀。啊，还有口福能尝到？应该是没有坏的，都是椰子。那个花生我都吃，你那个的也好吃，真的吗？香，这样好吃你要吃多一点。还有柚子开始了，等一下，发展可以吗？发展，那必须嘛！我每次说我可以嘛，地瓜都可以给他吃，吃了一个地瓜都就该去吃。这个还要等啊，这个会吃快呀、啊。你没有啊？胖了那么圆，他肚子饿。我现在给了好吃的，没有问题。那是不是吃这些的不就差不多了？你看啊。可以说这个是我的女儿，我怕她肚子饿，我现在都给你她好吃的了。不要等，你地瓜肯定吃了。我回来直到都没有停。弟弟，这个一斤就是最好吃的。哇，我们这，啊，你也这样不？哇，这个柚子好香啊！这个好吃的皮厚。跟正常也差不多吧，跟正常的柚子，正常柚子也差不多这个厚度。这新疆是不是没有柚子？都这么大。大的。跟乌克兰一样。对，但是吃的在那边，我每次吃买的吃的都是那种柴的，而且有的会是发苦的。弟弟没有办法。是发不下来。还是不甜的好。我们自己摘的，你知道？那么好，是不是？水分很足。嗯。好吃，奶时间又出一吹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小时候爸爸在家的时候才有鱼，你感觉是在拿鱿鱼？你没来没鱿鱼，我没来没有吗？那鱿鱼弟弟最该吃一点点，其他的都我吃，我就不吃。很久没有吃到妈妈做的饭了。